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，我回来呀。今天买了点棉被，然后还有个火鸡面，一包肯定不够吃，我就干脆把两包都和在一起。然后这是奶奶炸的，咋子说呢？炸鸡腿，先是卤过，然后再炸的，里面放了四包调料，麻酱、面皮，而且麻酱啊，然后还有火鸡面的火鸡酱之类的。黏黏糊糊的，好香啊！超市香，高级的。猜猜我要干啥呢？我们泡了点那个越南那个春卷皮，把它包着看看，找，包得稀碎，勉强看一眼。刚刚那张包得稀碎，重新再包一次。搞点面。